老板娘，哎，你这小厨娘我甚是喜欢，不知你是否有意割爱相让？当然了，作为交换，我愿意一朵金花聊表诚意。哎呀，哎，我倒没什么，可川儿他。 是啊是啊，能被先生您看上，可是川儿的福气。不过我们川儿有意中人了，好像是哪个花花哥还是豆豆哥，是个坏的。豆豆哥，不修仙，改画画了。说修仙没前途，改道了。 既然如此，那小川就带我去见见你豆豆哥。不是，正好，我也可以指点指点他的画技啊。路途太远，我找不着。长途跋涉什么的，先生我最在行了。老板娘，小厨娘我就带走了，这几日多谢你照顾。哎，老板娘，郭大少，我不想。不，你想。哎。